蓝天白云，金黄色花朵艳丽盛开，绵延一整路的枫林木大爆发，超级吸睛。游客被吸引停下来拍照，不但路边停满车，人潮炸开来，还有游客为了拍照跑到路中，看起来险象环生。规划给我们那个，不然人比车较多的话，有危险，不好看。还是要规划成有固定一个停车的地方，然后大家这样子拍照。比较安全，而且也比较漂亮。这里是彰化芬园乡彰南路三段，每年三月是黄花枫林木盛开的时节，整条路都陷入一片金黄花海，太阳照射更加耀眼。只要4.5公里左右，延长只要4.5公里。开花的期间呢，都会很多民众投诉说，尤其是附近的居民，他们都会觉得可能这个交通拥塞造成他们的不便。但美丽景色造成周边交通乱象，民众拍照也危险。目前乡代会要跟公所、派出所沟通，协助改善交通，让金黄枫林木成为当地的观光亮点。三新闻叙述的潘立文，彰化报道。